哇哦，贺江！上次被你揍趴的时候，你穿着个宽大的囚服，剪了个短发，要不是胸大，我都以为你是男的。你是？卑职，在萨克监狱，我被你打趴过三次，你只被我打趴过两次。是。你看，贺江，这里荒郊野岭，杀了你可没人知道。你说了你趴了三次，你凭什么认为这次会是我？你是来杀我的吗？几乎算是。不够爷们儿啊。嗯。在监狱里仅凭实力你不行。出来就拿枪报仇啊。并不是。之前我府主要是轻敌。但这次是有人要杀你。我呢专门以此为生。约翰琼斯。哼。猜得挺准。我值多少钱？50万，可能到我手10万吧。少了点儿。那你用枪啥？做生意，当然简单点的方法更赚钱。跟我走吧。我把车停好。不用停好，你估计回不来了。你对你的雇主负责，我也对我的雇主负责。OK。OK。上！好。